大家好，我是阿红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这一期呢，应该轮到海鲜的料理了，对吗？啊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哦，有一道菜啊，应该是时候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一道菜对大家来讲应该是还蛮陌生的啊。你们去 restaurant 点菜的时候，应该都没有这个菜的名字啊，叫做干烧虾球啊，也可以叫做干烧虾仁呐，都可以啊。大只就是虾球，小只的就是虾仁啊。它的口味是比较带酸、带甜、带辣的。那我相信啊，我们这边的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个口味。OK， 那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啊。首先，我这边准备了200啊，大概200克的虾肉啦啊。你把虾头拿掉，然后虾壳拿掉，留着尾的这个部分就 OK 了。OK， 200克啊，然后我们用刀哦，把它开背，啊，轻轻划一刀就好了了。哦，等下我们再一次过拿去洗。OK， 开完背了，我们就哦冲一冲洗，顺便也把里面的这个虾线那些啊全部拿掉啊，哦，不用洗很久了啊，哦，洗一洗干净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虾肉表面的水分啊给它擦干了，然后才来腌呢。OK， 我们加少许的盐啊，不用很多，少许的盐，然后先抓一抓它先。OK， 抓拌均匀了，我们才下这个。啊，一点点少许的这个蛋清，也就是蛋白了 ，OK， 然后再抓。啊，你加蛋白你下，好，煮出来就比较滑，啊，比较 Q。把蛋白抓均匀了，我们就下一点的这个一点点淀粉，啊，再抓。最后啊，补上一点的香油，啊，或者普通油也可以的，啊，给它一层保护 ，OK。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小腌罢了，嗯，搞定。如果你讲单单虾呢，就太单调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蔬菜啊，这个是甜豆来做一个配搭啦。OK， 把它这个丝拿掉，你刀啊切下去，然后拉出来，把这个丝拉出来，改一改刀哦，怎么样改？啊，也是对半切的，但是我们要斜刀这样子。OK。嗯，这样改它就有一个角会比较美 ，OK， 啊，你可以斜刀，然后再刀再45度这样切啊，也是一个形状很美啊，都 OK。啊，香料的话，我们切一点这个啊，圆溪的这个根部这边啊，它的头了 ，OK， 啊，切碎了，一点点就好了，这个是啊，给它有那个。一个香味啊，再来2到3粒的蒜头，把它切成小片，啊，切片就好了。OK， 切成这种小型的这个蒜片，辣椒仔啊，也是把它稍微切小。如果有吃辣的朋友们啊，可以下多几条。OK， 好，就这三样。酱料的话，你们就先调好它，我觉得啦，啊，等你煮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啦，直接下那个酱，就是那个种味了 ，OK。那主要的酱料有什么？红油的这个豆瓣酱啊，这个可能如果你们的地方没有卖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豆酱啊，因为它这个炒出来是要带红色的，就算你用豆酱，它不会红。你等一下可以加一点那个番茄酱，等一下我也是有加的，加点番茄酱，因为番茄酱是酸的嘛啊，它就炒出来还是会红的啊。首先准备一个碗，加入一茶匙的豆瓣酱，一汤匙的番茄酱，半汤匙的白醋和一汤匙的白糖，然后我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盐呢就不用下来，因为那个豆瓣酱不管是豆瓣酱还是豆酱它都是带咸的，所以盐不需要了啊。然后跟着虾本身也是有点咸味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调个酱料就 OK 了。首先我们不要直接放酱料就炒哦，因为这个啊毕竟也不是干捞面嘛啊，我们先热一热锅，加少许的油了，我们再下入这个甜豆啊，煸炒，先把这个甜豆炒香。炒的过程中呢，可以加少许的盐调底味，也不用炒到很久啊，就是有一点啊焦焦这样子啊，上了一点颜色啊，我们就可以啊先把这个甜豆给捞出来。想要把这一道干烧虾煮得好吃的话，你必须要走多啊，你必须要做多一两步的啦，这个是没办法的啊。刚才那个也做了，就是把这个甜豆给煸炒香，现在呢就轮到啊，把这个虾两面给煎香。
那你们看有腌过的这个虾肉啊，煎出来的整个效果都不一样的啊，是不是比较漂亮？也是一样，不要煎太过久哦，刚刚好的那个熟度就好了，因为等下我们还要再炒那个酱料的。这虾可以跟甜豆放在一起哦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炒酱料了。少许少许的油就好，然后下蒜片和小辣椒。酱料爆香后就下这个我们调好的灵魂酱料，先炒一炒这个酱料，炒到里面的那个糖融化了，它会变比较深色一点。酱料炒到上色后就补一点点点的水，这样子等下炒出来整道菜看起来就不会太过干。不要忘了这个小小颗的香菜粒哦，这可是很香的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虾甜豆啊也一起跟它丢下去，开大火翻炒。在这个猛火翻炒的过程中啊，你已经不需要再调什么味道了啦，你就是专注在火要够大，动作要比较快一点点啦好啦，味道上头，出锅。你看这个卖相，有谁会受得了呢？这个是这一期我要介绍大家的干烧虾球。那卖相就不用讲了啦肯定美的。脆，而且我可以，应该我没有煸炒。再试试看那个虾，那我给你们看这个虾肉，这么要腌，你们看它的肉里面，看到吗？整个就是 QQ 脆脆的里面的肉，最终还是虾的那个新鲜度了酸酸，甜甜，辣辣，好吃，香啊，香啊。拿给你秀，这一道干烧虾呢，就是一道可以在酒楼出的菜，也可以作为家常菜的一道美食。OK， 希望大家做出来也会很满意我的这一道干烧虾球。我是阿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那你们看，我的前面这边就是海边了，那我的后面呢，这边叫做中龙宫，刚好我的家人他们要来这边听讲这个地方有龙鱼，要可以摸的他们要来这边摸龙鱼，所以我就陪他们一起来了，顺便拍给大家看看。这只是最大只的了，这一只是最大只的，这个叫做。他们叫做巨龙鱼把它真正的名叫做巨骨舌鱼哎呀，快点，摸到了。